隆重嘅啟動儀式啦。首先，我哋掌聲歡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處助理總經理余秋蓮小姐。跟住我哋掌聲歡迎澳門旅遊零售服務業總商會理事長葉榮發先生，有請。好，跟住我哋有請澳門國際品牌企業商會理事長董志遠先生。以前我攞住呢張嘅 ICBC 嘅環球性嘅購物卡咧，去澳門 shopping 方面咧有非常之大嘅折扣優惠。好，望望最左身邊啦，係啦，又望望最左身邊嘅全部朋友啦，拍卡嘅行動代表你哋是 shopping 嘅四位。好，準備三、二、一。正式進行了我們啟動